这一次高峰论坛的准备情况跟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那么同时呢，我会请我们的主办方、协办方，那么还有我们远道的贵宾，跟我们大家来致辞，最后有一个合影。那么我要特别的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高峰论坛新闻发布会，还有第二层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北京荣宝斋的副总荣宝斋画院的院长唐辉先生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多伦多来，那么对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表示最实质的一个支持。那么等一下我们也会请唐院长跟我们大家来致辞。同时这个中国的影视明星大威先生也在赶来会场的途中，那等一下呢大威先生也会跟大家来在这个场合来。